越南是什么制度的国家？越南全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，它是亚洲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越南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，北与中国广西、云南接壤，西与老挝、柬埔寨交界，国土狭长，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，紧邻南海，海岸线长3260多公里，是以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。历史上，越南中北部长期为中国领土。1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。1945年8月革命以后，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。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。1986年开始施行革新开放。2001年越共九大，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越南共产党是该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，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之一。